你好，请问黄鸿升先生在吗？在，是你吗？小鬼在不在？回答我，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支持你的歌迷说？今天我会来这里，真的是纯属意外，因为我不知道你站在这里。你还记得你生前最后一个节目吗？你穿什么颜色衣服？综艺玩很大，记得吗？我找一下，我没来过这里。你们知道这里是哪里吗？这里好像是花葬区哎。啊，那个谁埋在这里哎？我在哪睡啊？好水哦。那个什么大铁车呢？你好，请问黄鸿升先生在吗？在，是你吗？你可以让我知道你生前的绰号叫什么吗？我说哪一个黄鸿升先生？长得很帅的那个黄鸿升先生，小鬼在不在？回答我，可以唱一下你的成名曲，让我确定是你吗？有办法唱歌吗？我自我介绍一下，可不可以聊聊天？唱哪一首？阿弟的成名曲是哪一首啊？黄鸿升，黄鸿升先生，你生前来不及说的遗憾，你可以说出来吗？不知道怎么说。你刚刚有说君吗？是还不是？你说什么？又或者你可以说出你在演艺圈的外号吗？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支持你的歌迷说？今天我会来这里，真的是纯属意外。今天我会来这里，真的是纯属意外。今天我会来这里，真的是纯属意外。真的是纯属意外，因为我不知道你站在这里。你还记得你生前最后一个节目吗？你穿什么颜色衣服？综艺玩很大，记得吗？我们要远一点，因为怕干扰到。小，他为什么这样自己？我。哎，亮了呢！刚那不是正常的反应吧？不是。哎，有看到吗？有看到吗？有看到吗？哪有看到啊？所以同时，很多人站在这边，能量就不一样了哈。哎，这，哇！这个红色、白色就是有感应到。它亮在哪一个区块，就表示是它能量聚集在哪边。对对对，球可以停一下吗？谢谢你，谢谢。好，我想请问你那个超音波那个可以停一下吗？你可以让它不要亮吗？我很怕他是宕机，有喊吗？有喊吗？然后刻意给你回应。对，哦好。他现在是左手边那一颗侦测到。因为伊这超音波，这是用的超外吗？冇可能啊，用的超外位应该是要调整一下啊。我调节啊，没关系。来啊，大家晚安。小鬼，你是安息在这一区吗？是在安息我在后面这一区吗？啊，你要跟我聊一下君吗？因为我对你的声音比较不熟悉啊，
你看可不可以多讲一点话，让我们的观众去辨认一下，看是不是你的回应好吗？能回应我一下，你在这边过得好吗？难得来拜访一次，有没有在这边安息的朋友有话要说的，或者是想要跟我们聊什么的？冰脑，你给我客气一点。我刚刚的意思是说，除了小鬼以外，其他在这边安息的朋友有没有什么话想聊的？我们去现在去哪里拍摄会比较有收获？走，去哪里？不是啊，你要跟我讲你要走去哪里啊？走就是了。